往前面找，看有没有这房子。那就是说你没有看那个我这里经纬本打进去之后呢，那他的这个翻译呢，那就是说跟我们现在看到和合本翻译呢，是经纬本是那个，对不对？那你就打进去，然后就是当道下来，那就是他们免税下来，那你就觉得说，哦，原来在我们使用这个民国八年以后，这个是在清朝末年，清朝末年之后就有了。不是说民国初年也有一堆人啊，就是要翻译，后来变成中文和本了、对，就是那个是八年才印出来，但是。换到他们之前要世界各的不同，没错，那个是叫做和合本，就是那个是经过有很多的专家集合，然后一起来翻译，然后最后他们出版的叫做和合本，我们现在也用的啊。那但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先有另外一批经纬本，另外一批传教士就已经先做了这个经纬本的这个翻译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让各位知道了为什么要谈到这个问题。因为你如果看中文的新译本啊，你现在我们教会没用这个啊，有很多教育你懂啊。新译本他把那我刚说的那六个字去掉，那么讲说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那个周连华牧师的杰作，对啊，周连华想要跟天主教合作来翻译这个所谓比较白话的现代中文译本。结果做乱七八糟，被踢，有那个网路上面有人踢爆，那你说我们要怎么谈这个正经翻译本啊？现在中文译本把免去你的私人这六个字删掉。那我们看和本的部分，你看启示录三章十节，你既遵守我的教导。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这一节经文就是我写作，我为什么写这一节经文？我的根据在这一节了，很强调它是什么？它就叫背景。你免去的话，你免掉的话，你怎么可以在全世界都要大灾难的时候，你怎么会免掉呢？你不是生活在这个世界吗？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把你从这个地球上把你提到天上跟耶稣会面，然后你就不用留在地上走，我一个办法免掉。所以这个经文就是这个教会，这是哪个教会？贝拉斯。那为什么会要体会他有这么大的福气？你连死都不用死啊，肉体不用死。因为那个经文怎么说？在大罗尼迦四章，他说你背景的时候是怎么样？然后在另外哥林多前书也提到说，你就一下子你就身体煞死，改变成不朽坏的身体，而且在一刹那之间你就。那个网路有影片啊，就是一个牧师在讲道，然后他讲到不知道讲到哪一个，忽然间牧师不见了。啊，一堆人也不见，没有被提的都一直，哎，怎么不见了？啊，不止那个地方。旁边，然后有一堆人都不见了，只有少数几个人留下，那你去留下，你就吓死了吗？那上次我不是有那个影片给你看，末日迷踪嘛，对不对？啊，那就是在描写那种背景的状况，那电影嘛，那末日迷踪也哈。那当然，他们这是美国教会制造出来的。那是我讲的，那是卡通的，卡通的。就是什么是叫做背景这么一回事？那么是怎么一回事？然后里面看，自然在新闻里面呢，就是在沙龙人家前书嘛，啊，可以沙龙人家前书第四章这样给你描述啊。所以这个在我们后面的经文里面呢，我们会做很多很多经文的一个说明。那这个背景就是你可以看到《对大龙家》第四章啊，那第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一件事，这种说法就是代表它很重要啊。你说《对大龙家》第四章第
倍率？292新约，292页。第四章第十五节。好，我们请常翻好了，你找到了哈。第十五节，啊，第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废了的人之间。继续，十六节。因为。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十七节继续。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 ，OK， 那你看这背景的人是什么？还活着的人呢？活活的就不见了，还活着的人。那然后前面有一个什么？两千多人在主里面死掉的人，都是这些信徒先复活，他们先复活嘛。啊，我们这活着的呢，这背体的话就排在他们后面嘛。这一大堆的这些信徒，有一大堆前面是复活的，也有一部分是什么？改变身体，活着的时候就改变身体，到哪里到空中，跟主相会，跟主见面。啊，之后就说要跟我们永远在一起，这叫背景啊。所以我那是什么教会可以背景？对啊，因为那是针对推拉给这个教会说的嘛。你这个教会既然怎么样，既然遵守我的道吗？遵守我忍耐的道 ，OK， 那前面还有一个，也是说你又遵守我的道。来，一样在启示录第三章。两次提到这个教会的好处，第八节，也就是第三章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拒绝，遵守神的道。那后面说怎么样？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这个道是什么？是神的话语啊，神的话叫做道啊，这个、话就是。Word 就是 WORD， 神的话，这是神的道，这个道就是话的话的意思。神说出来的话就是道，这事实上那里是 Word 啊 ，WORD 的意思。你遵守神的话啊，那这个教会多好，最好的一个，就是我们。我们福音派的基督教福音派，所以我们既然遵守神忍耐道，我们不会变成灵恩派，也不会去跟天主教合作。遵守神这一本书，圣经的道，圣经的话，上帝的话，既然这么好，好，给这一群人一个很大的福气，连死亡都不用经过，就直接。被洗，然后升上天，然后有一个不喜欢的身体，不喜欢身体在哥林多前书另外一段，一刹那之间说。好，所以这个是我整本书的一个重点啊。那你看，我就强调说，哎，你看呢，罗伟有一个写了启示录注释，上中下三卷，每卷都是这么厚的书。这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的
一个罗伟牧师，却怎么样？却采用把这六个字去掉，却采用这个立场。那我会说，你罗伟啊，你写了这么大一本书啊，比我现在的425页还要六倍那么大，六倍那么多啊！我说425页，它要乘以六，换掉它2400多页分成三大册，而且是谁出版的？中华福音神学院。中华福音神学院不就是最正统的神学院吗？但是他却出了这样的书，这个叫做罗伟，一个牧师啊，在台北信仰堂的一个牧师。他是赞成灾后被提，我说没有灾前这回事，没有，我们通通爱会留下来，我们一直会忍耐到所有的大灾难通通结束之后，耶稣才会来把我们提上去。那你的大灾难灾后的话，那几乎都死光了，被灾难当中死，或者是被压迫死，被迫害死。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可曾遇见世界上有还有信的？你知道我讲的经文吗？人子来的时候，可曾看见？你说耶稣基督降临到地上的时候，可曾看见当时的地上还有一些有相信的人没有？没有的啦，有相信都被杀光了，被敌基督杀光了。你还那时候敌基督统治的时候，你还要信耶稣基督？那被杀光的时候，主耶稣才来把我们提上去，那这是没有的，这叫灾后被提。我的，那种做法是谁支持啊？这个牧师啊，这么重要的著作，然后他就把这六个字删掉。然后我说，你这个人这样做，还有整个中文现代中文译本这么做，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错误，非常严重的错误。那我们就看最正确的英文译本 ，KJV，King James Version， 英国国王英皇詹姆斯的版本，就是简写的，就是最，那是最正确的英文译本。里面好，你要懂英文的话，你稍微看一下，英文译本怎么说 ？KJV 怎么说 ？Because thou hast kept word of my question， 我忍耐的话语遵守了。I also will keep thee from the hour of temptation。Keep thee from， 保持善。那免除这些人从这个试炼当中。Which shall come upon all the world？ 什么东西会到全世界？所有的人呢？这个 temptation， 他会面临，会降临到所有人。这个他就说他是在什么？全世界人都会在试炼当中。而这些人会怎么样？会 keep from 免除 ，keep from， keep 这些人免除于这个试。试炼，免除掉 ，keep from， 是这句，啊，好，这一个这个 condition 会 to tie them that they upon you， 就是说在地上的所有的人都要经过这个试炼，住在地上，就是 all over， 可以跟这个，可以跟这个翻译。有没有 keep from？ 有没有免除？他的翻译是对的。你说这些人是怎么样 ？keep from， 从哪里免除掉出来？知道一段。中文和本翻译是对的，免去他们的涉猎，那免去。改天看那个现代中文译本怎么换呢？你下次你就把它带过来啊。我没有买，但是我知道说，我家里有，我知道你就帮就针对这一句来看他怎么分。我强调说，现在这种一本把这些我就删掉。啊，你是保守你而已啊，没有你去的意思啊。
有啊，我看你是身边的以前庄南身边的教务长叫吴道中，嗯他就采用这种说法，采用罗伟的说法，他采用罗伟的说法，他说啊那个就是啊你在全世界受制人都会保守你啊，保守你。那我们当然每个基督徒都能省得保守，那是话很白讲。他这几年去新加坡见道神学院担任院长，那已经回来台，已经退休了。我上次在聚会处我看到他。你什么时候碰到的？大概今年，今年年初还是去年，我忘记了。有其中有可能年初的样子。聚会处，我回去聚会处。很少了，那时候他们有一个老妈妈告别式啊，我回去一下。哦，你说建行路了。哎，对对，就前面。好，那那你看，八的六个字差的多少？啊，所以我今天就是大概跟讲到这里啊，那他就说哦 ，OK， 那你会发现说我整个书的。焦点是在这一节经文吗？我如果没有这一节经文的话，我不敢写一个这一本书叫做《菲拉铁约教会背景》，因为这个教会这么好，没有任何缺点，只有优点，被神给他祝福，给他称赞，因为他遵守神的道理。其他教会里面，其他那几个哪有其他的优点？没有啊，你说一大堆缺点啊。下次我们讲老子家，老子家名门派，名门派就怎么样？耶稣把他吐出来了，他恶什么都吐出来，很多不理智的恶人就不好。这个要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分析，然后甚至要背景的说明，你看他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说法？啊，名门派老子家最后一个。他不能得了，你既如温水，不能得了，主就要把你复活。同学就讨论到哪？为什么这样？你下礼拜会讲到，啊，就是连派的问题。好，所以今天我们重点到这里就到一段落啊，到一段落哦。那个最好的教会被他提出来，为什么我让他会被根据在哪里？可以解决。而这里就你看，有很多人要把它否定，把它删掉。啊，因为它是关键，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的经文啊。好，那最后我们啊、今天周一鸣来啊，好，谢谢。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好，谢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主带领孩子及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再次来参加徐老师的一个神学课程。感谢你透过赐给他智慧，主让他今天能够跟我们分享为何会来给会会背题，还有基要派，还有整个这些内容，主让我们能够受到得着更大的益处。主，我们知道在往后的时日里面，神学课程会继续上，甚至有针对上班族的，主求你亲自来保守徐老师，他有足够的体力。耐心，主来做这样的事情，来做这样一个艰巨的事情，主也保守我们在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感谢你，主，你的圣灵引领我们来到这边，主让我们未来的时日也能够继续在这样的一个神学课程，在这样的一个末世论神学课程的圣经教导真理的里面，能够更加的扎根。主若主愿意，主吸引更多愿渴慕你真理的人，主来上这样的一个课程，让更多人受益，主也能够将这样的内容，主纯正的这些内容，主能够告诉身旁的弟兄姐妹，主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是末世了，你来的日子近了，所以让我们能够更谨慎，战战兢兢的持守在你的真理里面，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坚固，主。再次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课程，主也保守等一下我们弟兄姐妹要回家的路程都能够顺利平安，主明天无论是要工作或家庭的事或其他的事情，主仍然能够按着我们既定的一个步骤来前行，主愿你在凡事上都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在
更多的事情上要仰望你的带领。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今天你就看到周颖他不是当场在我们的背景小组发牌波浪街文章的，谢谢你们的忍耐如果有错的欢迎指正啊，谢谢。我们下课。